下碰到一件很感动的事。哎，什么感动的事？这个你看，张秀清本来是在台语组之后就可以休息了，对，他依然坐在现场陪伴我们。哇，哎，对一个这个种没有唱过国语歌的人，掌声鼓励一下，真的这种精神。我没有唱过国语歌，洪锵老师，把我那张国语歌拿出来。哎呦，哪一个？真的，我今天才拿出来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啊，你那打龙舞当一个，我告诉你啊，69年我就出过一张国语歌，全新的，叫做《细雨》，淅沥沥沥沥沥沥细雨，你细细的啦，细细细细哩嘞。你讲今天也假啦！真的，69年的时候录这一张专辑，你69年就出道了。对啊，休想哎，休想！哇，我没出，我还没出生哇！啊，瓜哥不要叫嘛，你是我的前辈。流行音乐的活，69年我还在当兵哎！哇，不要叫，可是我才国小6年级哎，就发了。哎呦，是我就习惯大行一动堂赢了呢。哦，就厉害哦！原来你也出过国语，那你可以坐在那边啊，让我感动了。我以为说台语歌跟他有关系，国语歌就不用他了。喂。